老公。哎，太太啊，你在这儿。哦，你知道今天东海大学的圣诞夜啊，听说有给他很热闹，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啊？好啊，啊。哇，行行咯，来散步，这是我的专门，带太太到处去散步，这是我的专业。好啊，太太，我们去散步去咯。哇，你看看，哇，那个教堂多漂亮啊！全世界最漂亮的教堂。那个草地也是很美丽耶、哦、好美丽的草地，虽然现在看不到。是啊，哎，我跟你讲哦，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进来的时候看见东海有一个好大的广告，是，他说啊，圣诞老人就要来呢。哇哥嘞，来什么头啊，啊，不是圣诞老人就要来，今年的广告是圣诞老人不会来啊。圣诞老人不会来，不会来。那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呢、啊？哎，阿林喜贝来看什么呀、啊？人家来这边是要听天韵歌声在唱歌呢。啊，天韵歌声是？哎呀，那这个问我就对了啦。你还懂得天韵歌声？我最了解。真的，说来听听看。哎，各位亲爱、可爱又高追的朋友们，大家好。哎，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先来一个有奖征答，知道的人要赶快举手哦，我真的有礼物哦。好，号称台湾全民的英文老师是谁？全民的英文老师是谁？台湾全民的英文老师是谁？他不是一个人老师，不是一般的英文老师，是全民的英文老师。他是美国人，他有中文名字，有谁知道的名字？有举手了，那个男生是什么名字？大声的说。哦，答对了。等一下来，彭蒙慧女士答对喽。等一下来领奖哦。有准备礼品哦、哎，现在就来。哎，好，等一下就讲。彭蒙慧是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也是我们今天天韵歌声的，把他带上世界舞台的一个先锋。哦，讲到彭蒙慧，讲到空中英语教室，我是从小听到大。空中英文教室从小听到大，让我可以顺利读完大学，甚至于让我可以到国外读硕士、读博士，英文得到很大的进步，那就是彭蒙慧的空中英文教室。先生，你不要再讲了啦，你已经泄露你的年龄了啦。哦，哦，这个天韵歌声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了。是。哦，然后呢？天韵歌声有什么来头？你说说看。他已经逐级走遍了世界30几个国家，30几个国家，他目前已经有17个专辑哦，17个专辑，200多首的作品哦，200多首。哎，我告诉你哦，他们呐、啊，主要的就是要用音乐来传扬神的爱，用福音来提升人的生命价值。真的，太太啊，我看了，我们也时间差不多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好不好？好，我们等一下就要请天韵歌声来跟我们介绍今天圣诞节真正的主角是谁。但是在请天韵歌声唱歌之前，我们东海大学很有诚意耶，我们东海大学的董事长跟他的夫人，我们东海大学的校长陈海东跟他的夫人都要跟大家问好，好不好？我们现在请他们上台。董事长好，校长好。董事长，刚刚我们没办法跟他们那样子讲双簧了，我们只能在这里代表东海大学，我们董事长林正国先生跟我东海大学校长陈海东在这里祝福所有在东海大学今天圣诞夜出席的所有的兄弟姐妹，还有我们的贵宾朋友、学生、家长等等，我们非常欢迎您，董事长。我想我也是代表董事会非常欢迎今天晚上到东海大学来参加这个户外的音乐会。每一年12月24号是东海最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因为这个日子啊，告诉我们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降生在地上。虽然是2010年前的事情，但是这位耶稣，这位耶稣基督，他是影响了2000年来的各个国的文化，
也影响了我们台湾。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今天的音乐户外的晚会，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就聆听天韵歌声。Joyful, joyful, Lord, we adore Thee, God of glory, Lord of love. Hearts are full, life lies before Thee, opening to the sun above. Melt the clouds of sin and sadness.Drive that dark cloud out away. Give her all immortal goodness. Fill us with the light of day. Joyful, joyful, let's sing together. Woo!Joyful Lord, we adore Thee, God of glory, Lord of love. Hearts are full like clouds before Thee, opening to the sun above. Now the clouds sing and send us, drive the dark clouds out away. Give her all immortal gladness, fill us with the light of day. Joy to the world, the Lord is come. Yeah, yeah.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晚安。我们是天韵合唱团，我们要再次呢，谢谢东海大学校长以及东海大学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校牧师，能够邀请我们来到这边跟大家一起庆祝圣诞晚会。我们再次给我们的董事长跟校长一个掌声鼓励，好吗？大家觉得现在冷不冷啊？太小声，冷不冷？不冷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那么多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一起就有温度，而且就非常的温暖，对不对？不过我们现在要先来练习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音乐会呢，非常的温馨，也要非常的热闹。所以当我说拍手的时候，你们要用力的拍手，拍手。再来是拍手加尖叫，呀！接下来呢，天韵合唱团要为大家带来呢非常好听的。天使歌声，有没有听过天使唱歌？一定没有，对不对？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天韵合唱团，拍手。回想
当年夜深时分，听见荣耀声音，天使奏乐琴声悠扬，音乐响在人间，直到如今焕然一新，便是平安降临。上月声响起，回响在愁苦世界，地上平安众人蒙福，天上君王那夜大地寂静无声，天使歌声在耳边，哈利路亚，听见天使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听见天使歌唱，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想当年夜深时分，听见荣耀声音，天使奏乐琴声悠扬，音乐响在人拍手，好不好听？当我们听见天使唱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整个都放松了起来。接下来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圣诞歌曲《Oh Holy Night》，《Oh Holy Night》，掌声拍手。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the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His word.
拍手。我们刚刚唱了几首歌，都是我们在唱。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跟现场的所有的来宾一起来唱，好不好？那大家想要唱什么歌呢？哦 ，Jingle Bells， 我没有问你们，因为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冷，对不对？我们先不要坐着，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在唱歌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你旁边可能是你的亲朋好友，你给他一个很深的拥抱，说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然后温暖一点，温暖一点，帮他揉一揉背哦，他就会越来越温暖。那么小 Ken 帮我们看一下这边，小 Ken，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一起来唱这首歌，有唱过 Jingle Bell 的请举手呀，非常好，好的。那么今年你是第一次来到东海大学参加平安夜的请举手。哦，这么多啊，哇，请放下，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哦，不要再走了，赶快聚集到这边，因为我们的节目呢越来越精彩。
我们先呢，先来清唱一下 Jingle Bells Jingle， 有没有看到歌词？哎，帮我们放一下歌词好吗？好，我们唱那个，我们先唱中文的，等一下我们唱英文的 ，OK？ 有没有歌词？歌词有没有？啊、哦，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好不好？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不比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很好。还给我们快乐幸福，大家喜洋洋。雪花，雪花随风飘，花鹿在奔跑。圣诞老公公，哎，那个手不要停，拍手。驾着美丽雪橇，经过了原野，渡过了小桥，跟着和平欢喜歌声翩然地来到。嘿，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有钢琴的，你看他不比风霜，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带给我们快乐幸福，大家喜洋洋。非常好，我们一起来唱英文好不好？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我们先请所有的女生举手，哦，女生先来唱，二三来。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后面的朋友拍手。 Oh, what fun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男生来 dashing。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e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Ha ha ha! Some buck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一起来 ，What fun it is to laugh! 一起唱 ，Sleighing song tonight. Ho!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大声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哇，大家唱得非常好听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分两组来比赛，好不好？这边的朋友，那么冷，大声一点好不好？跟我说 hello。非常好，左半边的不要输给他们。这边的朋友跟我一起说 hello。hello。呀，我们右半边的先来唱，一定要大声好吗 ？One, two, three, four。Jingle bells。左边的拍手。Jingle all the way。左边的准备来唱 Jingle Bells、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右边的要拍手、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手不要放在口袋，拿出来、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很好、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一起唱 Dashing, 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Or the fields we go, laughing all the way. Ha ha ha! Bells on bobtail ring, making spirits bright. What fun it is to laugh and sing a sleighing song. 我们游泳来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仰视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跟我一起做 Hey!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另外一个Oh, one more time,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来来。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哎，右边这边偷懒哦。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大声。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Oh, what fun! Oh, what fun it is to ride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没有坐下，因为我们要继续来暖和。我们今天晚上是圣诞夜，也叫做什么？平安夜。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这个时候呢，哎，你们在跟谁挥手？跟镜头是吗？哎，这边的跟镜头挥手一下。啊，左边呢？左边可不可以挥手？啊，等一下拍到你们再挥手，好不好？借我你的右手。我们这个手上呢，就是今天晚上的什么呢？蜡烛。一起来唱 One, two, three。 平安夜，大声一点好吗？深山夜，对了对了，万暗中光华，后面的朋友一起加入哦。照着深木也照着深夜，右手借给我，想也多少天真，今朝天赐安眠，今向天赐安眠。所有的女生从头来唱。对，我们拿下来休息一下，男生来唱，来。平安夜，男生要大声。深山夜，万难中光华，所有人一起来唱。照着深木也照着身影，多少次接下来我们要唱下一首歌呢，你还是要把你的右手借给我，因为呢，在平安夜晚上，这个蜡烛非常的重要，它代表着亮光，指引着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道路。这个亮光要从神来，要从耶稣而来。我们先唱一次这首歌，然后待会呢，我要邀请所有人一起唱。借我你的右手来。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夜天国的消息它宣扬，人间的希望它点燃。大声唱，晨光啊一茶凉，照亮在人心上，它的故事万人平安夜。我们换左手好不好？平安夜里真平安，从头来。平安夜里真平安，越来越小声了耶。小小耶稣来，啊，很好。天国的消息他宣扬，人间的希望，把你的声音都放出来唱，来。晨光啊一照亮，照亮在人心上，他的故事万人传，平安夜里真平安。他的故事，他的故事万
要再大声一点。平安愿你真平安。哎，手还没有放下来哦，接下来要拿到前面，因为是蜡烛，所以我们要数到三，一起把蜡烛吹熄。一二三，坐下之前呢，再跟你，如果你是跟你的家人来呢，你们要有一个圆圈，叫做 group hug， 团体的拥抱。我数到三就开始团体拥抱，预备，一二三，开始。啊，好可爱哦，很棒哦。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来呢，就自己抱自己好吗？